主料，见真椰浆100毫升，冰牛奶100毫升，薏麦30克，芒果100克，辅料奇异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所需要的材料你买要提前处理好，具体步骤参考我前面的菜谱322246。简单的说就是先浸泡几个小时后，入开水中煮15分钟后捞出沥干，入冰箱冷藏至凉透备用。将芒果去皮切丁，奇异果少许也切成丁，将水果丁和藜麦交错着放入杯子中，加入适量椰浆和冰牛奶，再加入自己更多的芒果丁即可享用了。烹饪技巧，自家制作的一份简单小甜品，主料和辅料的多少都可以随意的添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